只好用游戏里面的分数来换。Hey bro， 我要订三张神通，三张啊 ，OK，Thank you 啊。Day two， yes， 终于买了三张神通了，一张5块钱，值得耶，三张15块很好，但是。剩下几块钱要过我的生活，我真的很痛苦，我很想要一哭二闹三上一秒，我不知道怎么过我的生活。哇啦，我怎么赢的那张脸哦？哇老哎，难怪我应该这样累啊！好心你们关掉 YouTube 啊，多隆你们！哎呀，真的啦，人家看战神瑞水啊！战神瑞水那挑水不得啦，有个白痴啊，演戏又差，整天想一哭二闹三上又呀，样子又融碎哦。哎呦，丢他去当众老板更好。哇，刚才说呀，是谁哪一个人骂我啊？啊啊！哎、hey, ，brother， 等一下出来打牌啊！啊、oh, ，OK， 拜。来，我先攻。召唤，随方，拎。哇，值得，两张 SR， 一张 UR。希望全部 UR 卡更好。哎，马上就要更新啊，叫我等2个小时后啊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来看一看。哎，说到那边有新的故事啊，很好哎。看一下游戏哦，有新的 booster 没有？啊，上一次之后又有金额，真快！那我下一次还有几次还有嘞？
Hello， 老板啊，我要订三张采访马鱼子啊。啊 ，Thank you 啊。Day two。Yes， 终于订了三张采访马鱼子了。Day。采访马鱼子复刻呀，复刻一定便宜了。我之前还买贵呀，采访马鱼子。花了我300多块，害我好想有一块那三三一样。